圣诞节除了可以与浪漫的圣诞树一起拍照之外，现在北海岸沿着台二线还可以看到许多色彩缤纷的夜灯。为了迎接耶诞节以及元旦假期，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与石门区公所以及三芝区公所特别于辖区内选择金山水尾停车场、石门婚纱广场、白沙湾以及三芝浅水湾布置耶诞灯饰的环境。光环境的设计哈。其实就是有很多一些拟人化，像一些就是像蝴蝶啦，哈，一些昆虫啦，哈，还有一些有一些其实是有一种是创意的设计，是我们也找就是环境的，就是光环境的一些灯饰的公司来帮我们创意设计。那感觉上是其实这个是在夜晚看起来是真的是不一样，有让我们感觉上很欢乐哈。那就是用气氛呢，大家一起来。北关处今年以冬令节庆为主题，强调各点的空间特性以及自然环境，营造欢乐温馨宁静的光环境效果，还有多重场域的空间美感，运用点线面的方式来串起北海岸沿线景点，展现温馨欢愉以及浪漫的气氛。另外，石门区公所在之前就已经配合新北市耶诞城的活动，点亮夜晚的街道。那北关处也感受到说我们做的效果，所以今年呢，他在北关处门口还有婚纱公园也有共襄盛举哈。那我们公所呢，在我们公所门口还有这个台二线的一些主要节点还有在我们山西活动中心的门口我们也做一些圣诞灯饰装饰，这部分呢，我们会持续到农历元宵节为止哈。那欢迎大家路过的时候可以来这边欣赏。三芝区公所在三芝国中前面设置了许多 LED 灯，还有圣诞老人，颇有圣诞气氛。而在摄影好手的拍摄之下，一张张石门夜晚的街景灯饰也呈现出美丽的情景。来到知名的石门婚纱广场，浪漫情怀以蓝白蓝紫的 LED 框架灯呈现出海洋与浪漫的意象，透过展现各景点独有的特色和北海岸丰富的多样自然生态，创造北海岸缤纷亮丽的冬夜风景。记者许端毅，北海岸综合报道。